欢迎大家收睇 U Food 识食攻略，我系识食特工 Rachel。新嘅一年想食得健康啲，以下呢几间素食自助餐就啱晒你啦。首先嚟到呢间位于旺角嘅素食餐厅，店铺将推出农历新年主题自助餐，有海参、白鸟龟巢等酒肉版中菜。新嘅一年梗系试下呢个当红炸子鸡先啦。个皮炸到好脆喎。特色小菜有芝士龙虾意粉同北京烧鸭披萨。跟住咧，我就想试呢个卖相好靓嘅油羊腐皮。而小食有煎酿三宝、串烧同野味木薯粉。甜品有新年必食甜蜜蜜蛋散，仲有豆腐花、焦糖冰花炖蛋、紫薯包添。之后嚟到呢间位于铜锣湾嘅素食餐厅，餐厅每日提供超过60款美食，有多款炸物小食同前菜沙律。店内有寿司师傅即场制作素寿司，例如有花枝恋同干果寿司，款款卖相都好真噶。而中西菜式有披萨、法式多士、椰汁芋头南瓜同麻婆豆腐等等。最后带大家嚟到观塘，这个素食自助餐主打怀旧街头美食，小食有素虾多士、白糖同黄糖糕、肠粉、面包布甸，而小菜有咕噜肉同糯米饭。冬天梗系要打边炉啦，只要另加钱就可以任食火锅，汤底有果香清汤、胡椒猪肚同养生汤，款款都好足料。而火锅料有素丸、素虾、响铃等多款蔬菜添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内文睇详情啦。 Yoo-hoo!